之前对醒来的期望？希望这部戏呢能够有高收视率，然后呢每一位呢都能够入围，然后都能够像许翔哥一样然后拿到奖，这就是我们每一个演员的期待啊跟期许啊。啊可以吗？好了，该上场了。可以了，好，想不想？勇为第一部戏拍完的感觉呢？希望得奖不会想那么多，能入围就好。我是被强奸上来当戏剧指导的，然后这个戏我只能讲说，也真的就像志强讲的，阴错阳差了。不然这个角色是志强初选，所以我顶上来帮他这个角色。那也很这个戏很开心，认识到王世贤，认识勇为这。那希望这个戏能够给公共电视明年加个冠，不管哪一个人，总是给他加个冠上去。12月7号，公共电视人生剧展，醒来，赞！不愧是戏剧指导，是呀，是呀。